还是敢去打你的禁区哦。对，刘书伟是毕业于台北的信义国中啊。哇，陈教授开炮喽！找了一个默契很好的一个队友啊。对。那也要花点时间哈，再来跟这些学弟来做磨合。好，陈教授分球出去，球进算，对，两分拿到，还有小上加一的机会。啊、那其实陈江双在去年三月这个球季结束之后，其实大概就没有太是肤色相当的黝黑啊。这不好是天生还是打户外篮球导致的、啊？哇，好球！陈江双，陈江双自己晃进来，哇，给球给的很有创意哦，走到这个一点点。陈江双换个方向，有了。去挑战丰富常人阵的唯一解法，陈将双，哦，刚同样的位置哦。当然，陈将双的两个三分跟四号的冯承恩连续九分啊，又来了。我就说他右边非常准。哎呀，还是一样。陈家庄，陈家庄不管，我一定要帮到进为止。